政府文化局有这个机会，能够结合教育部跟各个学校来举办这项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我想学校教育，尤其是在国民小学的阶段，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启蒙教育。我们平常谈艺术好像都非常抽象，非常很艰深，其实艺术就是跟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融合在一起。不管刚才表演的太鼓、舞蹈、音乐、美术等等，还有工艺，都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去多一层的认识。我们为了这个理念呢，我们说在凤山地区呢先示范一下。感谢我们凤山国小、凤西国小、瑞兴、文德、新甲这五个学校呢，这次的积极的配合，让我们小朋友平常在学校里面能够学习到更多，把我们很抽象的一个艺术就是让你在随处可见，多认识那个所谓的艺术。那些人都欣赏美的东西，爱美是人的天性。我想小朋友，您在小时候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些，未来都是我们重要的艺术推广教育的重要推手。再一次谢谢各个学校的校长、老师，还有更重要的这些艺术家，这段时间给我们的指导跟协助。也希望说以后有机会，我们会争取更多的资源来再来推广这一项活动。我们也希望各个学校能够再继续给我们的支持跟配合。我们预祝我们今天各位小朋友们都能玩得非常愉快。那对不起顺带暂停一下，等一下隔壁呢还有皮影戏的一个传统表演。那皮影戏是我们高雄县的宝贝，全台湾地区都只有高雄县还在推广皮影戏的一个活动。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呢，我们希望说在把这个跟杂舞部之后呢，让小朋友能够接触到这个传统的优良的表演艺术。我们有14个学校在今天也利用这个时间来呈现给大家。我们希望说各位有空就积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再一次谢谢各位。